带你去一个很浪漫的地方。哪里啊？我请你。你要笑死我了，好累呀、啊！来，嗓子都哑了。先喝一杯，暖暖胃。这是么好，香草拿铁。我的最爱耶！真假的？真的呀。饿了吧？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44，带你去一个很高级浪漫的餐厅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不要掉头发啊！这习惯改掉。哇，你今天又这样穿，好好看哦！真的吗？你不是说要去高级的餐厅吗？来，系上安全带，我们出发。哪边啊？啊、哦，这边可以。你坐这边。我坐哪？对，你坐那边。啊、这边好好看啊！对啊。来点菜。太好看了。猫咪。嗯。这真的好美。就我感觉第一次好像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吃饭，认识你这么久哎，第一次。我比较小气。不是，我感觉，嗯，我感觉有点浪费了。有什么浪费的？我们一个月也就吃了一次呀。啊，之前从来没吃过，但这里比较贵，人均是4位数起步的。没有来过。我约会的地方。你难道是发财吗？不要说出来。我最近在做一个很大的动作，到时候跟你说，吃完再跟你说。好吧。给你分享。哎，你今天好漂亮。真的吗？你这个衣服我特别喜欢。这个也很好看。你的衣服我挺喜欢。你站起来我看一下。为什么啊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我看。太尴尬了吧。哇，这。服务员，我要紧急，我鼻水流出来了。干嘛？太美了，你这样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这样不冷？不冷，我有外套，好厚。那个，点了2瓶香槟，我们一人一瓶，好吗？我不要喝，我不会喝。不会喝啊？我不相信，我感觉你是酒量比我好。我真的不会喝的。真没骗我啊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也不喝嘞。我喝咖啡就好。嗯，行吧。怎么样，我点的菜还可以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啊？那我多多少少能了解一点。来，吃一个板栗鹅肝。哇哦，很好吃。感觉到了，好像好有意思。然后鱼也有了，肉也有了，虾也有了，就缺点酒。真的好好吃，来，再吃点牛肉。谢谢，你快自己吃呗。我无所谓了，你快自己吃。主要是你，来，这个螃蟹等一下你自己夹了。我快吃个鱼。啊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牛肉怎么样？很嫩吧？好嫩啊！再嫩也没你嫩。